乡亲啊，咱继续要来看是这个金华城的备案。顶月开发的前董事长朱阿虎，虽然已经认罪，但是法院认为朱阿虎也是有可能会串口经湮灭证据，所以裁定继续收押。台北地检署又以证人的身份来约谈到郭文泰竞选总部的前主任周鸿儒，甲朴育教父陈英祖的左右手柯清忠，这个牵涉的范围是愈来愈阔。朱亚虎无论罪还被羁押，会觉得冤枉吗？青山那白色的衬托，坐伫轮椅，面对媒体发声，流流额头硬起来。前顶法开发董事长朱亚虎，红压十多空，特别受到主席的空气，昨暝坐公交车到北京会庭，结果出来嘛是红羁押禁见。律师有信心吗？谢谢。开庭前，委任律师蔡格伦伫咧北京，敢若讲说毒车，安那朱阿虎含政郭文泰警长蔡部长李文聪顶个月28号共一间房压起来，双双提出控告，结果大不同。李文聪扣高检认为有盗空、未证嫌疑，拍回控告。安那朱阿虎部分，高检认为检察官无列出走漏或者是盗空的事实，发回精彩。毋过昨暝定开羁押庭，法院裁定朱阿虎虽然有认罪。不过嘛，是有可能什么什么问题，要甲人密情串通，裁定羁押禁见。刚一讲，检方冇动作。所以跟柯主席有什么关系啊？挂嘴暗警进去北检，面对媒体追问，无回无去，佮紧张到袂记得过安检。前国民党警装主任周鸿儒，却以证人身份缓缓约谈。请问300万是你交付的吗？同一天，陈英祖、柯清忠也以证人身份告北检，检察官要厘清相关金流敢有过手，虽约谈人数是哪来哪侪人，金华城案是愈变愈大项。Hello， 我是张新闻，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